2022世界女排联赛是东京奥运会后国际排坛的第一项重要比赛，也将是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周期的首秀。新周期，中国女排主教练改由蔡斌指导担任，队伍在人员上也有很大变化。功勋老将闫妮、刘晓彤退役，朱婷、张常宁等场上核心目前不在队中，队伍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，力求尽快完成新老交替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女排的精神不能丢。蔡斌指导自上任以来，一方面统一全队思想，强调集体荣誉感，另一方面主抓体能、技术与整体配合。通过此前在北仑训练基地60余人的首期大训练营，以及在漳州基地的第二期封闭集训，中国女排正在集聚能量，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进行周密的准备。那么因为有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是属于全封闭状态，可能会生活啊，整个训练啊，会相对枯燥一点。那么其实大家的整个往上走，往上去，要去拼搏的这股劲啊，我觉得队员们都在，所以也吃了不少苦，中间也碰到配合上碰到一些困难，但是我们会通过集体的一个力量把它一个一个克服。出征本次世界联赛对中国女排有着重要意义。首先，东京奥运会遇挫后，球队需要尽快摆脱低谷，重回正轨。其次，蔡斌指导上任也要尽早确定阵容，为新女排找到最适合的技战术打法。第三，中国女排还要通过参加世界联赛多挣积分，巩固世界排名，从而在争夺巴黎奥运会资格时更为有利。为此，中国女排需要找到平衡点，既要多赢比赛，又要锻炼队伍，检验新人。目前中国队报名本次世界联赛的24人名单中，仅有5位球员参加过东京奥运会，更多来自联赛、来自地方队的选手得到考察机会。因为新的一个成分比较多，球场经验不一定特别丰富，那么我觉得大家努力是肯定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希望还是以一个平常心态去完成比赛，因为真正到了比赛，包括国际上可能其他队伍也有一些变化，那么其实是一个相互的一个摸底，包括我们队伍的一个新阵容的一个配合，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取得一个相对好一点的成绩。因为现在的世界联赛和奥运会的那个排名是相挂钩的，所以这两个我们都要兼顾到。北京时间6月1日至5日，中国女排将在首个分站赛土耳其安卡拉站迎战荷兰、土耳其、意大利、泰国4支球队，正式开启本次世界联赛征程。根据安排，中国女排还将在后续比赛中与美国、巴西等强队交锋。3站分站赛加1站总决赛的形式，对中国队来说将有很高的锻炼价值。我觉得平时训练的话，就是大家都很努力，然后也是希望能通过比赛去检验我们的训练成果吧，然后在那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能够找到我们的问题，然后找到和对手的差距，然后我们再怎样去补齐我们的短板，或者是我们怎样去进步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。